拜见太后。来，看看我的盆景。当年此处在赵国为治，我日日思念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为了排遣寂寞，方拿这个。 打发时间，这盆景的一枝一叶，就连这小石头都是我亲自布置。你瞧，假山旁的小石人也是我自己刻的。为了刻这个，我的手指至今都留着深深的疤痕。花木生虫生病，娇贵的很，时时刻刻都要忧心。这跟养个孩子。 又有什么区别？太后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儿媳承受不起。不管多费心的盆景。 一盆热水浇下去也就完了，再珍贵，也比不过我的亲生儿子。此处在我心里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珍宝。您先起来再说。太后到底想说什么？往后。 自从你归来，子楚处处维护，生怕我冷待了你。身为一个母亲，当然会感到失落。但只要子楚幸福，我便知足了。可是现如今，咸阳城里到处都是流言，说你是吕不韦的姬妾，正儿更是他的亲生儿子。 太后，你也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？事已至此，流言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子楚的政敌开始质疑正儿的血统。他们说子楚糊涂荒唐，被吕不韦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他们说他不配大秦王位，他们想拉他下来，取而代之。 流言流传的这么广，这么快，已经无力回天。我只期望时间能够抚平这一切。你能不能暂避雍城，带着太子一起走？只需3年，啊不，或许更短。一旦流言平复，你们就回来，好吗？ 我求你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毁掉我的儿子，不要毁掉你的丈夫。太后不必如此，子楚是您最珍贵的宝贝，这儿对我又何尝不是？身为一个母亲，我绝不容许世人这么侮辱他。就是您不求我，我也绝不会留下。 浩兰走了，请太后珍重。这就完了。太后，这不正是您的本意吗？我原想着，等他离开，再劝子楚回心转意。 改立成皎为太子，没想到他话都没听完，便轻易答应了。这是真情还是假意？太后。
王后既答应了，那也是件好事啊。唉，可惜了这盆景。为何宫外的流言我一概不知？王上吩咐过，宫外的流言蜚语绝不可惊扰王后，奴婢又怎敢擅自做主？你下去吧。诺。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。我亲手给你织了一件袍袄，快试试看。不要。怎么了？我好累啊。那你歇一会儿好吗？可我饿了。那我命人去准备。我想念从前你亲手做的桂花蜜糕，这个时节没有桂子，但你一定藏了桂花酱。那天我亲眼瞧见你让琥珀给正儿送去了，我怎么没有啊？那你等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别走。坐会儿。嗯。浩兰，浩兰，来人！王上，这个时辰，王后去哪儿了？寡人问你，王后去哪儿了？王上恕罪，王后，王后听说外面的流言了。母亲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回赵国。或者你不喜欢，母亲就带你去楚国。你还记得我从前跟你说过，你的外祖母是楚国人吗？我是太子，就应该待在王宫里。你入宫以后变了许多，从前不会反对母亲的决定。母亲说过，我不愿意的事，就坚定地说不。你也说过，绝不会将我当小孩看，会尊重我的决定。我要回宫，现在就回。不准。卖糖人喽，好吃。我要吃糖，停车。卖糖人喽。这儿。来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这儿，就这两个了。就知道买糖吃，跟我回去。不，跟我走。我不回去。走。不走。去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去。这儿，过来。这儿，这儿。
父王给你准备很多糖人，就放在你的寝宫，跟父王回去。嗯，给我一个，走。请皇后回宫。过来，寡人命令你立刻过来，过来。啊，子楚，第一项，罚你不顾王后身份违反宫纪。站好，站好，把手伸开，把手伸开。第二下，罚你不守妇德，抛弃夫君。第三，是你有错在先，你明明知道流言蜚语，却没有告诉我。总之，这次我没错。太后为难你，你问过寡人了吗？私自带寡人的儿子离开，你问过寡人了吗？碰到半点不如意就要抛下丈夫啊，还不知错啊？我错了。认错也没用，你犯的可是滔天大错。那你打吧。既是夫妻，为何不能给予信任？子楚，你那样尊重太后，若我背后告状，日子久了你会厌我。寡人未将流言蜚语告诉你，是压根儿没放在心上。太后的事情，寡人会亲自去解决。但你私自离开，寡人非常生气。子楚，抱歉让你担心了，我错了。咸阳城坐西朝东，以东门为正门。今晨你们的方向走反了。